在上一场比赛已经很累的情况之下，第四节上来之后连续的用突破来造成杀伤，走向罚球线来跟对手咬住分数。德恩给到韩德君，这是咱们惯常的第一攻啊，有协防打出来，可能是可能搓到手了啊，他这个本来这个虎口还是有伤的。哎呦，哈德森上来就命中了一个三分，这是他今天的第一次出手啊，原来不是调的，韩德君没问题。李晓旭是好像是碰到了一下啊，斯隆外线还了一个掩护不换，易建联跟着往下走，但还是有点忌惮郭艾伦的突破。好球，高举高挡，郭艾伦穿越，整个突破这种一打一绝对是没有问题。李晓旭要到了位置，漂亮。第一机会易建联，两个人的防守，再转到洛特，好球啊！洛特跟着上篮，都在这个上线，在这个三分线外没有办法去这个协防。嗯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打法。赵继伟，哦，这球真的难啊！还剩两秒了，老哈投中了三分。传球。现在问题，又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完成了转换，两分有效，终于拿分了。在17次出手，曾经用两球，1.8进攻率，他巴斯单打易建联。一秒钟是不足以完成接球再起跳投篮这个动作。哎呦，两个小外援的对位，底角放空涂明晨，三分有了。很好的一个进攻位置，那么一定要去得分，要不然看赵睿，巴斯没动啊，巴斯在这一线应该做出防守动作了，好在是广东队没上进。巴斯的空位有了，又是一个抢断，还是赵继伟。看这次任俊飞跟不上，这是一个临时的对位，尼克尔森不能退。好球啊，不许出啊，周鹏这个进攻选择不好啊，自己的强投面对巴斯的防守，空中接力，巴斯在赵睿头顶，易建联终于接到球了，你上篮没打进，自己再拿。至于这个周鹏接到球之后，防守也会及时的到位。漂亮啊！又是来自于汉克。哎，尼克尔森还了一个，再往下给，易建联单打李晓旭，李晓旭卡住身位，易建联左手勾手，现在追到差6分，轮到任俊飞在低位吃，夹击分。打进了，哎呦，哈德森这就起了，进了，没有盲目的进攻选择，传球，一个背传助攻，这个球玩的太浪了啊，进了13个3分球。赵睿还一个，好球，看赵睿推转换，我们先没接好，没给易建联。再转想要三分吗？哦，进了，赵睿，好球，赵继伟挡住易建联，让中层来投，进了，最后也不再去犯规了，因为犯规数确实也没有到，没有办法直接送对手罚球。101-95，全场比赛结束，辽宁队在连续的两个主场的比赛当中收获了一个2-0的大比分。